你觉得6岁开始学外语算太早吗？我觉得不算太早。那你几岁开始学英语和汉语呢？我3岁开始学英语，7岁开始学汉语。现在你的2种外语都已经很不错了，对吗？对。那你觉得40岁的成人学外语算太晚吗？我觉得算太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纪大了。读书都读不进脑了，对吗？对。但是我觉得40岁的成人学外语不算太晚，因为活到老学到老。